域 Mavic Air 如何进行飞行器视觉校准？ Mavic Air 机身的前方、后方和底部各配有两个视觉传感器，用于感知障碍物和定位。开启飞行器电源，用 USB 线将飞行器与电脑连接，打开 DJI Assistant 2软件，选择 Mavic Air， 登录 DJI 账号后，点击左侧的校准，根据屏幕上的提示，先进行前视校准。根据屏幕上的提示，再进行下视校准。最后进行后视校准。操作完成后，飞行器自动开始校准计算。以上就是 Mavic Air 的视觉校准过程。感谢您的观看。